知道。你看这是什么？来，这里是什么？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不知道啊？那你跟我说，你想不想吃？啊？想。想吃啊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芝。小六哥给小北寄了两箱芒果回来，他不在家，我给他拿回来了。我现在拆了，给大家现场吃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哎，这个是金黄芒，这个是贵妃芒，哎，两个不一样的。我去拿刀子过来拆，两箱不一样的。哎呀，啊，这是什么呀？芒果呀，你看，我拆了，看一下。哎呦，嗯，看一下两箱。哇，这个是带红色的，你看。我现在还有绿色的。嗯，这个是贵妃芒，这个是贵妃芒，两个不一样的，这个是那个大一点的。妈妈看，还加上一个绿色的，干嘛的呀？好漂亮啊，罗宇轩！你看这个，罗宇轩。哦，妈，你看这个干嘛了？那个是姜。姜我才不吃的。这个是青芒吗？青芒我要吃。这个是金黄芒，这个是贵妃芒。我现在来开一个给大家吃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之前小六哥跟我说过，要吃芒果不上火，就把这个地方给削掉。他说的是，是这个吗？黄色的。咦，妈妈，这个是绿色的吗？哇，塞，水分好多呀！你尝一下看好不好吃？嗯，好吃吗？嗯，香不香？好香。甜不甜？甜。罗宇轩说好吃，肯定好吃。他是个小吃货，小孩子不会说谎的嘛。啊，他是个小吃货。我也来尝一个啊！看到我都流口水了。我也来尝一下，看好不好吃。看罗宇轩有没有说谎，有没有骗我？你听到什么声音了没有？吞口水的声。我吞了几大口。嗯。确实好好吃哈，嗯，好香，我给你弄来，给你吃一口，给你尝一下。你说不能我一个人吃独不吃啊，要放狗一起咬嘛。好吃吗？嗯，好吃哈，好吃好吃啊，确实。这样没事，小北不会放狗的，嗯，我给他准备了两瓶桂花米酒。哎，对呀、啊。好吃，而且这个盒也特别薄，看到没有？看，这个盒特别薄。哇，这个盒好像相当于没有啊。对呀、啊。慢点吃啊。嗯。反正小北姑姑不在家。你帮小北姑姑吃啊。嗯。小北姑姑回来，她说谁把我的芒果吃了？怎么办？你告诉她呀。我告诉他，嗯，哦，好，我告诉他，你说的啊，嗯，你咋比我吃的还快？嗯，你要试吃一下金黄芒啊，哦，你不要老是吃贵妃芒啊。太好吃了，吃的我都停不下来。对于吃货来说，这就是一种诱惑。赶紧赶紧，嗯，好，为家人朋友试吃一下金黄芒。咱们吃这个青芒好不好？嗯，这叫金黄芒。金黄芒。嗯，还是把这里削掉。嗯。你到底罗一轩远一点啊。嗯。好不好吃，罗一轩？好不好吃？哪？这两个，这两个哪个好吃点？这个跟这个哪个好吃点？这个好吃一点。这个好吃一点。嗯。真的有。那个也好吃。那个也好吃啊。跟这个一样好吃耶。跟这个一样好吃啊、嗯、那我也来尝一下，看你有没有骗我啊。嗯，你骗妈妈没有？没有。没有啊。嗯，好，我也，你看这个盒也好薄，看到没有？嗯，就是有一点点没熟，但是味道特别好。看来罗一轩还是没有骗我。我说我没骗你。嗯，你看你都吃成大花猫了。刚刚小六哥寄给小北的芒果，我已经替小北尝过了，两种芒果都特别好吃，
因为是不一样的品种，口感也不一样。特别感谢小六哥从广西大老远寄过来的两箱芒果，欢迎小六哥有时间来我们湖南玩，我请你们吃地地道道的小北的小龙虾。